现在是下午的4点钟，我现在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广场，我身后旁边这里有满了好多人呢，不知道是在干嘛，我们过去看一下吧。刚刚大家也看到了，这么多人围在一起，原来是几个大爷大妈在表演节目。大家看完有没有很吃惊呢？欢迎评论留言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好看。